自古以来，宫殿都是女性梦寐以求的地方，盛传源远流长的中华养心心得，懂得保养子宫就能够拥有身体华丽的宫殿。它可以预防衰老，促进受孕，恢复苗条身形，改善经痛和分泌失调等月事不舒服的问题，还可以预防妇女疾病。不想被人打入冷宫，我们就请来专业人士为大家讲解一下女性的养宫之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aren， 在我身边的就是 BioSteam 的美体美学专家 Grace 去。你好 Grace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Grace， 我知道子宫健康对女性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。子宫除了很多重要的经脉之外，更加是一个孕育生命的地方。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宫寒，又说暖宫可以有很帮助。其实具体来说怎样叫宫寒呢？宫寒就是代表你的身体的子宫虚寒，我们的经络和血液都是不畅通的。其实呢十个女性呢有九个都是宫寒的。在身体上面有什么症状呢？其实会有手脚冰冻啦，我们会有腰酸背痛啦，经期不准啦，经血量多啦，难以受孕等等，这些问题就是已经出现了宫寒的问题啦。听我都好像是很普遍的。其实宫寒大约的成因是怎样的呢？成因呢基本上就是喜欢饮冻东西啦，还有就是吃生冷食物啦，冲冻水凉。穿衣服的时候呢喜欢穿一些单薄的衣服，还有时代女性喜欢穿一些叫做低腰裤，其实都会形成到我们有这个问题的发生的。听落都是一些很普遍的习惯。现在我就知道有暖宫这件事，如果做了暖宫的话是怎样可以改善这一方面的问题呢？暖宫其实有什么好处呢？原来都有很多的好处，例如可以疏通经络啦，令到排毒啦，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。另外还可以就是帮助到我们那个雌激素的激发啦，改善我们身体的内分泌，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经期，同埋帮助我们经痛的时候都有个帮助啦。另外呢其实很多时现在更年期的女性都有一个问题存在，就是睡不着觉啦，潮热啦，同埋就会很烦啦。当我们做暖宫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个改变的。还有一样很好的事，做暖宫就是可以推迟我们那个更年期，令到我们的青春就会保持得耐一点，可以令到我们就是讲一样的抗衰老。这个就是我们体内的抗衰老。体外的抗衰老当然是我们在皮肤护理上面，所以暖宫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不如 Grace 带我们深入去了解一下究竟一个暖宫的疗程是怎样。好，我们一起进去这边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疏通我们身体后面的经络，改善我们的循环机制。现在呢就先会做后面的淋巴位排毒啦，排水。独有的手法呢就是令到我们能够将身体后面的水分推走了先。现在我们就推了水分下去我们的侧边了，左边右边都会去推的。咁推紧嘅手法嘅时候咧，其实系人都会感觉到咧系有暖暖地嘅感觉啦。因为呢个特别调教嘅油咧，里面当中有一个成分咧，佢都系有啲姜嘅成分嘅。咁所以客人咧基本上开始咧就暖噶啦个身体。嗱，现在咧我哋就用仪器咧做腹部子宫嘅位啦。咁油咧就调教完之后搽咗落去啦。咁再用呢个仪器咧带动吸收。这个仪器的温度大约就是50-70度，它的作用可以吸了我们身体子宫的寒气，之余它还会发放一些红外线，将我们的子宫不断去温热，它都可以排了我们身体的毒素，有活血的作用，化瘀的作用，加速血液循环。做完这个疗程之后，客人全身都会感觉到很温暖，很想真的出汗了。这个手法和仪器之后，跟着下来呢我们就会用这个体能的动力仪器，其实会帮客人选择的。因为有些客人就会用中药来救，当然视乎客人的问题就帮客人定制了。我们用这个体能仪器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将一个艾草包放在它的肚子上面，然后跟着透过的热力将艾草渗透入去它的子宫的位置。仪器本身有什么作用呢？它是940波长的远红外线，它能够活化我们身体的机能，再加了这个艾草包两样配合之下，就能够达到驱寒去湿、活化去瘀的治疗。
咁客人做完呢個療程之後咧，有啲客人咧就會成身都出曬汗，有啲客人咧就因為個宮寒嘅問題啦，咁佢就會成身都會發滾嘅。咁呢一個嘅暖嘅情況咧，就會持續喺大概一至三個鐘頭，佢嘅身體越寒，佢嘅散熱程度就越快。如果佢身體係好啲嘅話咧，散熱程度咧咁就冇咁快啦。好高興咧，我哋今日可以請到我哋嘅顧客 Judy 咧，就分享一下我哋呢個暖宮嘅療程做完之後嘅感覺同感受。其實 Judy 可唔可以話俾大家知咧，當初點解會做呢一個暖宮療程嘅咧？我是一個雙職媽媽啦，咁又要翻工啦，又要湊小朋友。咁今年個小朋友咧都十歲啦。咁喺小朋友細嘅時候咧，其實真係冇乜時間理自己嘅，因為又要喂夜奶啦，又要換片啦。咁去到而家咧，佢已經上小學啦。咁變咗有啲時間咧，我會發覺，咦，我睇翻自己身形係好唔均勻。咁有啲地方咧係會係特別肥啦，或者係壓力大嘅時候咧，就會覺得。好像很水腫，亦都我就發覺，原來背部好似有啲粒粒生出嚟，咁但係一路做中醫嘅調理都唔係好見效，咁所以咧就想試下暖宮療程咯。做咗呢個暖宮嘅療程之後，有冇話即係感受啲咩改變咧？頭一 part 咧就我發覺做背脊咁就喚醒咗個。嗰啲身體嘅細胞啦，因為其實真係好少時間做到運動嘅而家。咁第二 part 咧就做個前腹嘅位置啦。第三 part 咧，我就做咗30分鐘嘅體能動力儀器，咁就會暖翻成個子宮位置同埋個腹部咯。咁所以做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成個腹腔都會好暖。咁做完曬成 part 之後咧，咁跟住就發覺整個人輕咗好多。嗰晚咧瞓覺咧，睡眠質素亦都改善咗，亦都第二日或者第三日咧，其實我就發覺咧，去嘅小便嘅次數亦都多咗，排毒嗰個次數亦都多咗。排毒之後，咁而家成個人嘅氣色係咪都好咗好多？咁而做完一次嘅暖宮療程之後，就覺得係特別會易上瞓，同埋咧你就唔會覺得。手腳咁冰冷嘅。好，我哋今日非常之多謝咧 Judy 嘅分享啦，相信而家大家對呢個暖宮嘅療程都會有更深入嘅瞭解嘅。大家聽完頭先 Judy 嘅分享，係咪好想快啲心喐喐試下呢一個暖宮療程咧？而家 BioSeal 咧就提供咗一個期間限定嘅優惠咧，俾我哋 Super Mommy 嘅讀者，頭20位登記嘅讀者咧，將會可以以優惠價398元享用原價1280元嘅抗衰老暖宮療程。大家快啲嚟呢度登記啦！